下今世的结尾，你是我在我世的眉眼沉淀。谢谢点赞。秋的雨的滋味，猫跟你的想了解，废了吧，这个好废了。欢迎慧姐，慧姐，你看，你对比一下，董夏波，你对比一下这两个号，你看看，我感觉我这个号是不是被针对了呀？啊，不都是我在播吗？没人。我感觉这个号好像被针对了，但是我想在这个号播呢，这个号会不会播着播着会不会好起来？好喜欢姐姐，谢谢。刚抬了，对，刚刚好像不能把我那个号挂在这边，我大号不能挂这里，挂这里会被抬走。会的啊，那好累呀、啊、欢迎糯米团子入团，欢迎加团，谢谢糯米团子的灯牌。哎，你之前是我作品的粉丝吗？你看，这不就有人加团了？对啊，哼，加团了，但是他不出来聊天呢，他是不是机器人啊？你是机器人吗，糯米团子？哦，他是活的，不是啊，直播质量越来越高了。我还以为会有机器人也会加团，他有对象啊，啊，你有对象了，你有对象了吗？有对象的应该不怎么会来看我吧。机器人加团有啊，我以前团里不是有很多人吗？你看都没有来，肯定是机器人加团，会来看你。哦，谢谢点赞，
一生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，在纸上来来回回。真的吗？真的？怎么回事？刚刚那个号不能挂在我直播间的，挂在我直播间我就被抬走了。他说他违规，你知道吗？机器坏了就不来了。嗯，是的，就是这样，机器坏了就不来了。管得好宽呀。对啊，我刚刚用那个号引流，结果被抬走了，说违规。天哪，这都不让。对啊，他说你想直播，那你凭本事直播呢？都是自己的号，对，甚至人都是同一个人。你想直播，你凭本事直播，你不可以用你的号引流。我猜了，你挂语音吧。对啊，我就是挂语音，我就是语音，刚刚挂在边上右下角，挂在那里。对啊，粉丝都同一个粉丝，他可能说这样引流不行。好过分呀。非要让我们自己去干吗？干不动。哎，实名难搞的要死，万一哪天播着播着那个号用不了，很麻烦，很麻烦，很麻烦。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。反正算了，没流量就没流量吧，反正那些流量推来的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刚刚在那边播了一会儿，一个都不想聊。可以 cos 自己喜欢的角色。你肯定很久没有上供了，可是我那个号也没有上供过呀，没有花过一分钱那个号。什么是人？你呀，像你这样的会说话的，会发一点小表情的，就是人。有女主播过来连麦了，主播。什么是人？你呀，像你这样的会说话的，会发一点小表情的，就是人。有女主播过来连麦了，主播说话的，会发一点小表情的。有女主播过来连麦了，主播过来连麦了，主播过来连麦了，主播。